Hobby Gam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首先，这个不是我，是 Model 小姐拎起今天在观塘 AEPM 发布的 Tomica 4D 系列车仔给大家看看。想知道怎么玩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在车顶上面按下去就可以踏车了。推它还会有不同的音效，再在车顶上面大力轻轻按就会熄匙了。这个系列暂时就出了四款，两架 GTR， 一架警车，一架就是救护车，在10月27号就有得卖了，车迷记得去抢啊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Hobby Game， 又或者来我们的网站看看游乐资讯。